与你岳父当面典礼，问个青红皂白，再走不成？事已如此，还是不问也罢。吾不退亲，岂不便宜于他？我家员外虽然退亲，可我大小姐未必依从，何不趁此机会与我大小姐见上一面？你们二人白话言明，这亲事成与不成，再走不迟。难道就这样不明不白的一头了怎么？相公，你要再思再想，这才是正理。快随老奴出房取暖。不，随我来，我自有道理。
铁人打老亲，曾给我家倒灭日，命前缘与你那七嫂，我念的东西因此是本来不起不能入水，沉住夜晚我去到处
我说叫你一场待怎地，我该把三只酒杯忙收。是。
我乃张昭君下凡来了。张昭君下凡穿玉旨，叫声公家的那闺女。你的父背信弃义不讲理，你竟敢贪图富贵怎当之？瞧你是美丽啦，九儿。你看，你竟然当面把我气，是方才分钱好报你说的啥？这句话都是为了给力啦，唱不起。老王爷不请你花言巧语，你一心想找个如意的女婿。
是个小孙子。哎呀，小四，你知道我咋都看见你了，出来不出来，再不出来，哼，我可想打你了呀！哎呦，哎呀，你谁呀你？哎呀，你看我就是我嘛，谁呀你来了？那是老早也有了。哎呀，你快说，你不说我看。哎呦，我说不说？哎呀，我说呀。
是说啥哩？小姐对我是真情意，我就该把这真情实话向大地。你又转身来示意哩，我的小姐呀，你听我嘛。去，只见我出门去，老家园去啊！我来到厨房里吃饭。
吧。哦，不坐。你啥时候来的？啊，天不黑就来了。冷不冷？哦，不冷。嗯，我给你做的雪帽、蓝衫什么都有，在柜里边的放着走，我领你穿上。哦，好。啊，你拿出吧。拿出来。哎，好，你等一会儿啊。啊啊啊。给我看看。哎，没有事。你在那拿个酒杯。啊，那是。啊，那那是跟你那厨房的。说了半天了，老张也在这儿嘞。
藏这儿中不中啊？你给我出来！说说，我就跟你说说吧。说吧。那一天俺不是在你这儿走货了吗？把咱妈给我的两个金钱丢到你这儿了。哎呦，说了半天，我当时傻的，原来是两个金钱，啥稀罕的东西别装了，姐姐吧，你两个。我才不要你那里，咱妈说那两个金钱呢，还有名堂啊。啥名堂啊？咱妈说叫啥？双喜临门。我不找着，你那个嫂子去了半年了，快回去吧。我不领，我找着，妹妹妹妹。
啊，你不认识？谁认识你呀？啊，我就是那个桌的。哪个桌的呀？哎呀，你看你有数那个桌吗？你看哪个桌上没有数啊？啊，俺这桌上数多。嗯、不要胡说，快说你是谁。啊，好，那问恁姐去。姐，哎，他是谁呀？他不是啊，你不是那个啊？哎，你看，快说你是谁？哎呀，你看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只敢说叫你去问恁姐，问恁姐，你一问恁姐不就知道了？丫鬟问你，看看真是抓的。姐，这到底是谁呀？是谁？怎么说你不是那个？嗯，哎，你看你，中啊！你俺，恁俩都不说是吧？你不说，我就喊俺爹的啊！别走，快说吧。啊，那，你真不认识？谁认识你呀？哦，我呀，就是李双喜儿。你那个穷姐夫认识了吧？见笑啊！见笑不见笑，这事俺知道。你也别瞒我，你也别害臊。姐，上街的男人俺也找到，可把人吓了一跳，可把我半夜也没有睡觉。二娘啊，那是啥东西搁爹的头上回去个过去了？爹，那是财神爷进咱家了呀！啥呀？财神爷进咱家了？嗯，哈哈哈哈！财神爷可是进咱家了呀！这一年我万幸不破财，不破财。